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lives of the performers are made up. 一些人认为演员的生活是被虚构的。啊，这里边有几个要说的啊，这个 lives 它不是 live 的三单形式啊，它是这个生活这个 life 的复数形式。由此可见，这个生活是个可数名词，对吧？这个的复数形式是去掉 fe 加 ves， 所以在这里读 lives， 不能读 lives。啊，这个是演员啊，演员的生活是被虚构的，这是一个被动语态。被动语态的意义就是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或者接受者。生活是被虚构的啊，生活是主语，那么这个就是被动语态。被动语态的结构啊，我们记上一下。主语加 be 动词加过去分词，如果需要加上啊，如果需要指出这个动作是谁来做的，然后后面加个 by 再加人啊，这个 by 是被的意思，被某人做的某事啊，by 是被的意思，然后后边再加人，这就是被动语态的结构。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窗户是被汤姆打坏的，就可以说 The window， 这已经过去了，对吧？这窗户已经坏了，所以用过去时 was broken。是谁打坏的呢？是汤姆，所以是这么说啊。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Tom。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接着往后看。For example, some people say they are poor performers, but in fact they are just actors。例如，有些人说他们是贫穷的农民。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是演员，这个是事实上，实际上啊，他们只是演员。 However， 然而啊，这个要写个逗号，然而后边一定要写个逗号。 If you don't take these shows too seriously they are fun to watch。 如果你不是很严肃地对待这些节目啊，他们看起来还是很有趣的啊，也就是说你别太较真儿了啊，就是娱乐而已啊，你只是看这个节目挺有趣的，无论你相信不相信，又不花费你什么钱，又不花费你什么，对不对？所以你看了开心了就行了，不要太较真儿，你不用管演员的生活是否是真实的啊，你只要在节目当中获得乐趣就行。 And one great thing about them is that they give people a way to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关于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他们给人们一个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啊，这个再次在这里引导的是表语从句啊，就是一件关于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只要这个意思当事件，它就是系动词，系动词后边的就是表语，那么后边是一个句子，所以就是表语从句。再者在这里引导表语从句啊，另外我们记住一个做某事的方式，A way to do something 啊，还有这个是 make， 在这里是使役动词，使某人怎么样，使某物怎么样，
啊，它当使役动词用的时候，后边的动词用原形，这个是实现的意思，使梦想实现。啊，在这里我们记上几个句型 ，make one's dream come true， 使某人的梦想实现，也就是实现某人的梦想。啊，这个也可以这么说。Achieve one's dream， 这个也是实现梦想的意思。啊，还可以说 realize one's dream， 啊，这都是对的。以上的讲解大家明白了吗？